随着广泽的离奇身亡，身边的每个好友都隐藏了心里的秘密。也许他们都曾嫉妒过犹如阳光一样的广泽。大学期间浅见做家教，却因为家长的不满而临时更换了老师。替换他的竟然是温柔耐心的广泽。古元一直暗恋着村井的妹妹，但明日香当时心有所属。他和所有女孩一样，暗恋的对象就是广泽。当年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而背后一直有一个神秘人为死去的广泽复仇。这天，古元参加棒球比赛期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但随后在赛后回家的路上被人推下了地铁站台，直至昏迷。暂时平安无事的三人再次聚在小酒馆，深来追问浅见和古元当年是否有事隐瞒。二人眼神闪躲，并未说出实话。但是从当日棒球比赛的合影中，竟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失去儿子悲痛欲绝的广泽母亲。也许他这些年从未放弃过寻找真相，而地铁事故目击者也说看到一个女人慌慌张张的离开，这让几人都后怕不已。隔天浅见来见深濑，说出了十年间从未对人说过的秘密。原来浅见和古元看见那辆车坠入悬崖，古元吓得瘫坐在了雪地上，只有浅见看见一个最最熟悉的身影，就是一直没有与他们会合的村井。十年前村井的妹妹十分欣赏广泽，但广泽当时已经有了女朋友而拒绝了明日香。霸道的村井来找广泽狠狠吵了一架，虽然这不足以是杀人理由，但村井一定也隐瞒了很多秘密。而此时政界的村井突然陷入了绯闻事件中，走投无路的村井竟然来到了这些年他一直看不起的深濑家里，躲避不停追捕他的记者。命运交织着三人距离越来越近，浅见和深濑也终于忍不住发问了。あの日を遅れてきたのは最後に広沢を見たのは。村井只是说当年自己误会了广泽，而广泽也的确因为自己有女朋友拒绝了其他女生。前の彼女どんな子なの？普通の子だよ。愛媛の高校から一緒だったんだろ。付き合って長いの？もういいって、俺の話は。如果广泽当时真的有女朋友，为什么在葬礼上他没有出现过？更诡异的是，深濑收到了匿名短信，对方警告他不要再调查这件事，如果继续无视他的忠告，身边的人就会受到伤害。而短信的内容当晚就应验了，慌忙的深濑马上去找正在下班回家的美惠子，角落里听到美惠子的呼救。看见拼了命也要保护他的深濑，美惠子只有不停地对他说对不起。不知是惊吓后的感动，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些天的朝夕相处，村井与深濑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终于，村井也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十年前那天，明知道广泽正在开车来接他们的路上，村井还是不管不顾的带着明日香坐上了出租车。直到途中听到巨响，他抬头片刻看到远处悬崖边两个熟悉的身影，浅见和古元。浅見と谷原二人で何かを隠蔽してるみたいだ。而深濑每天去医院探望昏迷的古元，他的妻子明日香渐渐对他有了深厚的信任，他也终于说出隐藏自己心里十年的话。他认为广泽的死跟自己的哥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何かあったの？村井在出租车上接到一通电话后，就无辜地离开了几个小时，直至天黑。明日香听到一声巨响后，看到村井慌慌张张地从远处跑回来。どうしたの？お兄ちゃん！いいかいさ！每个人都有指证他人的秘密，却都有被人指证的把柄，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在小笠原的指引下，深濑终于找到了那个多次袭击美惠子的幕后黑手。在深濑的追问下，黑衣人终于承认了在深濑家门口贴过杀人犯的纸，他只是一个暗恋美惠子的狂徒。线索再次中断，深濑和浅见重回当年的别墅，触景生情。すごい、いかにも別荘。あの時引き止めていれば彼は命を落とさずに済んだ。来到当时调查此案的警局得知，原来这些年广泽的母亲从未放弃过调查，但是警方依旧认定是一起交通事故，持反对意见与上司据理力争的小笠原也因此贬职，连他的妻子女儿也觉得他走火入魔而离他远去。原来这起案件在十年间无形地改变了这么多人的生活轨迹，他们鼓起勇气来到广泽的故乡，热情招待他们的广泽父母让他们不寒而栗，因为他们分不清这是不是他们为了复仇而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他终于还是忍不住发问了。見たっていう人がいて東京にいらしてたんですよね。原来
但失去儿子的母亲只是凑巧在同一天去广泽生前打棒球的体育馆缅怀一下儿子。看着善良又开明的父母，深濑打消了心中的疑虑。他们像熟悉的家人一样，一起劳作，一起聊天，好像在弥补失去广泽的遗憾。他们找到了广泽生前与之要好的朋友们，他们恶意的眼神再次让二人不寒而栗。よしきが死んだのはあんたらのせいだって思っておりますよ。やめろよ、かもちゃん。考えてよしきの時間止まった。这里的每个人都用恶意的眼神看着他们，甚至很直接的认为他们就是当年害死广泽的凶手。阳光帅气的广泽曾是每个女孩的白马王子。这时有人在广泽的合影照中指出了他身边的女孩川本就是他当时的女友。还有人说广泽有一个不被大家待见的好友古川。唯一的是这两人在广泽出事后都不知所踪。在大家的谴责声中，深刻的意识到原来他们四人在这个小镇是所有人的公敌，因为他们都怀念着广泽。愧疚感愈发强烈的浅见终于说出自己曾经掩饰过证据的真相。出事的悬崖边残留着一些血迹，不顾浅见的阻止，古原一直在清除这些证据。他们担心警察根据血迹查出广泽酒后驾驶而影响他们的前途。在好友的生死面前，浅见还是选择了前途，但逝者已矣，只有查出真相才是对广泽最好的缅怀。当晚深濑在窗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他拼命的追，终于追到了大家传闻中让所有人都讨厌的古川。但是他并不知道所谓的告发信，如果幕后报复大家的人不是他，那么很有可能是广泽当年的女友，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却被无情的杀害。女孩很可能到了东京，隐藏在他们四个身边，默默调查真相。广泽的另一个好友调查出女孩目前是一家医院的护士，似乎真相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即将要离开的深濑看着广泽母亲待他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忍不住向年迈可怜的老人坦白了一切。愛媛に来た理由はそのことを調べるためでもありました。10年前のあの日に何が起こったのか、本当のことが分かったらまた連絡します。他离开了广泽生活22年的故乡，一步一步寻找真相的路上任重而道远。被推下地铁站台的古原突然苏醒了，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古原无论是给警方的口供还是对朋友都隐瞒着当天遇害的情形。